中国访民海外麻雀行动的参与者马永田，他最近向纽约的法院递状，控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组织的实施酷刑。纽约联邦南区法院呢，在上个星期四通过立案审理，这到底代表什么呢？状告习近平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就请诉讼的发起人马永田女士来和我们谈谈有关情况。马女士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你好，是主持人。马女士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啊，您过去在中国历经了15年的这个就是反强拆的上诉上访啊，在中国经历了许多年这样的努力。那么您在2013年来到美国之后，这两年来也不断的在联合国、在中国使馆前进行相关的抗议行动，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次决定要向法院，特别是在美国的法院提起这样的诉讼呢？认为那个美国的法律有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我在国内呢，我是吉林省长春市。2001年的时候呢，政府在违法下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我的工厂根本就不在拆迁范围之内，他把我的工厂、政府和南岸区法院给我强制拆迁。那么2002年我打赢了官司，证明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2003年长春市政府内部通报是错案。我在国内维权了十二年，那么在这12年当中呢，就是说是，土匪抢了我，那么我要从土匪要，因为中国法律有一个属地管理嘛，所以说政府法院抢了我，我还要找他们要东西，他们为了打压我，就是说不让我发声，那么就在这个上访的过程当中呢，就采取各种手段。给我施加压力，那么酷刑是避免不了的。在这些年当中呢，可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老百姓在中国活着有一种就是无法生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次起诉习近平，我希望老百姓能够伸张正义。习近平不是依法治国吗？那么如果你要是依法的话，那么我是被强拆被抢的受害者，为什么我还要受到这些抢我的人的继续延续迫害到今天？那么我想他是有责任的。是，马女士跟我们谈一谈在纽约的这个法院他的裁决。我们知道南区法院经过了2.5小时的审查，最后呢是同意要立案来处理，这代表什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接下来他是否会向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代表律师，那么他会怎么样做？是会发出传票吗？还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在纽约法院呢，整个立案比较顺利。那么他呢，现在已经把传票，就是说，我已经拿到手，就是说是，他这个就是说在习近平来临之际，那么我们将以各种渠道，通过法院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把这张传票直接递到习近平，递给习近平。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其他渠道呢？这个具体的我暂时还要保密一下。是，那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知道您刚刚提到了习近平即将要访问美国，那么我想习近平方面或中国政府方面肯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起诉行动做出任何的回应啊。但是您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状告习近平的行动来传达什么样信息，或者您希望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访民不应该就是永远的这样受迫害。如果你害了别人，别人也不会说逆来顺受，访民并不会逆来顺受，这种反抗是应该持续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麻雀行动的参与者马永田女士今天参与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马永田状告习近平的相关消息，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您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